你等等！你这会儿怎么又跑这么快呀？我告诉你，我知道时间不多了，我的宝贝马上要到手了，我现在恨不得飞起来了。哎呦喂，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！哎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冒酸水呀？快跑吧！你找我？对，问题是，我现在只能找你了。还有多久？马上，五分钟之内必须修好。是。得赶紧向上级汇报。凤凰村还没有消息吗？李师长，我们也一直在等，一直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十分钟，还剩下最后十分钟。李三，哎，你快走，没时间了，老马，我扶你走，快走，没时间了，快走，快走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银山河水的水位突然暴跌。往常拖拉机都有可能被淹没，可是现在连小孩子都可以涉水过去，这说明上游一定出现了巨大险情。大家不要犹豫，咱们得赶紧的疏散撤离。贾川，你瞎胡闹什么？快下来！刘支书，现在是民主的社会，你可以批驳刘家川的观点，但刘家川必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。走，走，走，走不走？走什么走啊？家在这儿，往哪儿走啊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。要走，要走，你们走，我不走，我们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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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书记，你家川他不是瞎胡闹的人。这么大一场灾难，再禁不住折腾了，你就别瞎胡闹了，家庄，快下来吧！啊，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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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走去哪儿啊？这儿去。听我说，你们想想，刘家川他为什么非要跟他的父亲争执，跟他的朋友争执，跟你们所有人争执？他难道是为了他自己吗？他为的是你们全体，你们大家呀！离起爆的最后期限只有五分钟，老李，我从来不干扰你的工作，但现在你恐怕得该下决心。连长，修好了，计时器。是。还有最后一分，责任我来负。这个命令，还是由我来下吧。注意了，现在我命令，堰塞湖，预备，预备。报告，小分队已经联系上了，马上把他接过来。是。
我是高云超，火速汇报你的情况。是，银山镇民警马千里刚刚赶到，我们马上组织全村疏散。紧急疏散需要多长时间？要多久？至少需要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？两个小时不行，水都漫到市里了。一个小时呢？也不行，银山镇就保不住了。半个小时？也不行。到底能给多长时间？必须挤出时间。七分钟。老刘，全体村民什么也不要带了，马上撤。我只给你五分钟。五分钟？五分钟。五分钟以后准时起爆。听我的，嘉川、马千里、霍霍，包括我本人，带领全村的百姓马上撤离，撤离到东山的山坡上，不携带任何东西。马千里、霍霍，你们打头。高林，请你带领战士协助。好。嘉川，你们集中，我殿后，大家快！啊，我殿后。不，叔，我殿后。支书，你们部队殿后。行，都别争了，快！啊，快！全体都有，我们。全体收到，全队！尽量不拿东西，不要拿东西了，没有时间了。别拿东西了，快走啊！别拿，快点，别拿东西，走啊！走！给大家打点水，小心点啊！哟，老马，哎，支书，来来来，歇会儿，人都到齐了吗？我刚刚清点了，基本差不多了。来来来，歇会儿。哎，支书，解放军同志呢？啊？他不是跟着你们一起出来的吗？哎，哎呦，他们是不是回村了？啊？回村了啊？哎呦，这下完了，这要起爆了，这。对对对，哎，刘叔，刘叔，我得回去，二叔尸体还在村呢。村长，我儿子还在呢。行了，都别闹了，谁都不许回去，马上就要起爆了，回去没命了，知道吗？我不管，我非得回去。哥，别闹，胡哥，你别拦着我，二叔就一个，我一定把背出来。等我，别闹，我。Yeah.
宝贝儿，这下老子终于要犯骚了。王立强，啊！哎，陆老师，陆老师，快跑吧，快起爆了！哎呦，陆老师，快来看看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希望啊！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水快来了，跑！哎哎，等等等等，哎，陆老师。假的，假的，不可能！这等破事，你起的梦我了。你到宋千桥去，你200块钱就能买到。那你去给我买吧。你忘了我是教历史的吗？宋陶瓷、元青花、明公窑，哪样我不懂啊？哎，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啊？你呀、啊，这样吧，回头我找位专家给你鉴定鉴定。去鉴定的结果肯定是假的，假的，你就抱着吧，我要走了。我居然还藏了20年，这下好了，老子再也没的啥子本儿犯骚了，我该怎么倒霉呀？哎哎，等等我。秦墨，终于起爆了！老马，哎，支书，哎，支书，我点来点去，还差一个人，差一个人，对，差谁啊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槐槐嫂。什么？啊？花嫂没出来吗？刚才走的时候着急都没注意，她孩子伞下抱着信袋呢。这可怎么办？爸，你说过你要保住全村的人，现在离洪水过来还有不到7分钟，我可以把他们抢回来。也只能这样了，你再带几个人去啊。关连长，走。胡子，哎，跟我走。小心啊，家川。家川，一定要安全的回来。该我承担的，我得承担呀。好在几百号人总算是保住了。接省委，我是李德高。他在那边。快检查走啊！等等，刘二，高队长，有什么呀？把他的手铐啊，手铐，可是不知道怎么了，妈的数字找不着了，女儿，妈找不着数字。最后一次给你梳头，妈给你梳个漂亮的头啊！嫂子，咱们换个地方。胡子，快！走！快走！
庆啊！快上来呀！快上来呀！陆老师，快呀！快嘛！陆老师，快上来嘛！振春，快！别管我们，你先走，你先走啊！走啊！保住了，只要有人倒下的，我们可以再立起来；垮下的，我们可以再建；过去有的，我们可以恢复；没有的，我们可以再创造。凤凰本来就是浴火九重才能获得新生。我听村里的老人讲，300年前我们的祖先到这儿建村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和现在一样，什么也没有。只有一双勤劳的手。我们现在不光是有双勤劳的手，我们还有党，还有政府。是大家把心拧在一起，我们一定会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。记得之前在树底下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吗？哪句啊？咱们俩是天生的对头。我们是吗？反至少应该改一改。怎么改？武侠小说里有句话说得特别好，叫一敌一友。一敌一友，说的还真有些点穴感。表扬我。反正不是比喻。
快把我放开！快，把放下！你们这群混小子，把放下！老婆，老婆，只要有人在，你现在也不能再耽误了。我怎么带着金国衙上走呢？没事，我就必须要盯在这里。伙计，我们现在看到是有很多巨大的，就算不求你了，好吗？啊，幸存者的身上，那么现在施工人员正就两天，这个起重机争取把这个大石块从他的身上调出来。马上去医院治疗。行不？如今已经一切好平了。一些武警部队官兵和公安消防队员正在这里心理退虚，收拾行动。组成的抢险救援队在废墟中进行拉网式排查，不放弃每一个可能生还者。很多的这个人是围在了外面，我们听说里面好像是又发现了知道了，。是马来卫处。啊，行行。邱书记和任副市长已经下到各乡镇第一线了，我留守中心，负责指挥协调。是。是。请省委省政府放心，我们一定确保把急需的生活用品送到每一个灾民手中。好。张局长，我知道你人手少，任务重，这些我都知道。可是消毒工作刻不容缓。这样吧，军区增派的两个防化连刚刚到了，全部拨给你们，一定要对全市进行全面的消毒。李市长，您的部门说，后续的一线的帐篷明天没法送到，能不能？我是李德高。不行，五百顶不行，没有加身格价。你听好了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1000顶救灾帐篷明天必须运到，一顶也不能少。啊，这样，等明天这批帐篷一到，先远后近，全部发给各个乡镇。是。哎，侯短涛。哎，需要水吗？哎，老梁。来，书记坐一会儿，坐着歇会儿。哎，不是老刘啊，我们难道要在这儿活一辈子啊？政府会安置好的。哎呀，那要等到猴年马月了。不老刘，甭急，政府一定会安置好的。书记，你也要注意身体，别太累了。哎，注意身体啊！慢点啊，书记。退了，我想回去，好歹还能刨出点家当出来，总比在这儿不死不活的强。怎么了你？是啊，刘叔，我们都想回去看看。对啊，刘叔，好歹也是自己的家呀。大家先安心住下来吧，什么事情都有个头绪，再坚持两天，坚持两天就好啊。
心里都是飘着的。叔，您不是常说吗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咱们人在，就一定有盼头。哎，小春，我来帮你。哎，王院长。来，一人一份啊。来，这两天啊，简单点儿。过两天等着那个后续物资一运到，我们就给大家生火做饭。到时候啊，一荤一素给大家搭配好。来，王婶，我要点个回锅肉啊。行，没问题。我严格做啊。好好好。行，可以。好，好，好。你们别看这两天吃的简单，这呀都是全国人民的爱心，我们得珍惜呀。好，好，行，啊，来，来，拿着，妹妹。哎，婶儿，再给我来一份。这一人只能拿一份，你要拿两份，人就不够了。就再给我来一份。五哥，现在就单物资非常紧。哎，你干啥子？哎，王婶，就算我那份给他。王立强啊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没有胃口。哎呀，你就全当是西餐吧，还是法式的，很享受的。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什么呀？你让我扔的那只古董鼎啊！你呀，你到现在了，你还念念不忘呢？陆老师，你就给我露句实话吧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！哎，我可告诉你了啊，你千万记住，别把江峰牺牲的事儿泄露给江北辉，记住了啊。这下我彻底，我居然瓜兮兮的把他收藏了二十年。解放军刚刚又运来了一批应急的帐篷，请各村各单位立刻派人前来领取。前来领取。领帐篷呢？哎，快，领帐篷，来，新帐篷，快，帐篷没了，快点。叔，来新帐篷了。太好了，快扶我去领帐篷。你不用，家川在那儿呢。哎呀，家川这个愣头青，我信不过他啊。那你信得过我？我去行吧。你去吧，去吧。可你这，我没事，死不了，快去。哎，大家不要紧，我们喊上来了，快点，快点过来。大家别急，哎哎，配合车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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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村人多，二十多人挤在一个帐篷里，再加上老人孩子，屋顶不够啊！对啊，不够啊！先挤挤吧，这后续帐篷一到，马上给你们加。哎哎哎，我们村来了五十个人，刚才领的帐篷啊不够，大哥真没有，全部都是老人和女人，总不能让他们没地儿住吧？大哥是真没了，等明天后续帐篷一到，马上。明天了，我今天就要，现在就要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哎，我们村老人孩子，我们呢？我们，不是还有五顶帐篷吗？那是我们村的。对，我不管，今天我就抢了。啊，你敢？说着了，今天这五顶帐篷我非要不可了。你他妈要入谁家？兄弟，还有其他帐篷吗？今天是真没有了，整体帐篷全都发出去了。好像还有几顶材料帐篷，还装起来比较麻烦。把成品帐篷给他们，这不要材料帐篷。是，大哥，你们领帐篷去。兄弟，谢了。来，五顶帐篷给杨平村。走。这帅哥，你怎么跟我这往门外管呢？你，这帅，那是我们的帐篷。哎，也是我们的。大家听我说，他们也是受灾的，大家都乡里乡亲的。我不管。非抢回来不可！走走走走走！哎，五哥，五哥，家川把帐篷全部让给杨平村了。
没见过，这么没出息的人。快点，我来了，都快什么？别喊！不是就这几个帐篷就把咱凤凰村的人给埋汰了？有没有点觉悟啊？都去领材料帐篷。去！走走走走！太阳大空，我这儿有。虎子，家川，你送的，换了我也会送。抢什么呢？小时候，你、我，还有小凤，经常在村外吊桥旁的那棵梧树下，围着树干画一个圈玩过家家。怎么玩的不记得，就记得你老耍赖，没事就往树上窜。你没耍赖，你没上那树。哎呀，你说这树哈，就像土地爷一样，从土里头长出来，就看着我们三个人长大。唯独不好的就是有点偏心。向着你，没长眼睛。谁说古树没长眼睛？是你没长眼睛，好吗？啥意思啊？还记得古树下有个树洞吗？啊！当时我写给小凤的第一封信，就藏在那个树洞里。小凤写给我的第一封信，也藏在那个树洞里。你说你长两只大眼睛，这么多年就没发现？你就比我多这么点浪漫，其他的我哪儿都不差你。你上大学考上研究生，我没考上，是比你低十分。可是你毕业以后得创业吧？我现在已经小有成绩了，而且在咱们这片我还算是一人物，你又比我少十分，所以算下来咱们俩半斤八两。可惜呀，小凤她就是看不见。其实，我一直觉得小凤她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他应该在哪儿呢？他至少应该跟谁说一下，或者是留下点什么呀？是啊，如果小凤还活着，他肯定会把这个秘密放在。哎，哎，你干嘛去？这是上哪儿去了？弄成这样啊！啊，这一浑身上下怎么都湿了？小凤还活着？啥？小凤还活着？她在哪儿啊？你咋知道的？我去村口了，水还没退完，我在那个树洞里找到了小凤留下的信，是她临走前放在那儿。他也没写什么时候回来啊。家川，啊，你行吗？这样，你放心吧，角度力学我全都计算好了。哦，待会儿听着，听我指挥，咱们开工搭帐篷。哎，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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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抬吧。哎，抬起来。那边去个人。
嘉川哥，这怎么不对啊？我看看图纸。怎么不对呀、啊？黄叔，可能是这个。这是这儿的吗？应该是。来装一下试试。我看家川搞这个，那是如来佛的肚脐眼啊！啥子嘞？莫爷。哎，武的，咱们就按这个搭房的老办法啊。东华子，哎，你带人啊，打夯拉绳。好嘞。拐子，哎。把这个篷布摊开，哎，好嘞，开工干活，来，大家干起来，来，抬起来。家川和虎子，我算是看出来了。啥子？啥子？一文一武噻。院长，十一名重伤病员已经全部送上救护车了，市医院也来电话做好接收准备了。随车的急救设备都准备好了吗？也装车了。好，加上这个，一共12名。嗯，好，走，慢点啊，慢一点啊。安院长，安院长，哎，安院长，帐篷总算是领回来了，一共有8顶，明天还有新的运到，我都算好了，2顶做急诊，4顶呢做病房，一个做观察，一个做医护休息室，我这就让人搭起来。毛医生，我们现在哪有时间管帐篷啊？先转运伤员吧，慢一点。那这帐篷怎么办呀？我这还得搭呀。回头再说吧，你也上车，拿着。快快快，上车！哎，开车。土官，动作快点。好嘞。没事儿。嘉诚哥，他说什么？养老说，谢谢你救了他。我们都是没有爹妈的孩子，没事儿。哦，哑娃又说，他非要跟你住在一起，还要教你哑语呢。叔，哎，爸，叔，他叫李草，是外乡的，这次多亏了他呀，就是他和马千里给咱报的信儿。哦，谢谢，李草。你到凤凰村来干什么？我来找一个人。找谁呀？找我姐姐。你姐姐是？我只知道她小名叫小凤。小凤？对。你叫李草？是啊。你们家在桐木乡？对。你父亲叫李树，19年前19岁到的。叔叔，你认识我父亲？姐姐出去了，她就是去找你的。魏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山外边。你呢？我去山里面。孩子，好好在这养伤。嗯，等姐姐回来啊，我们也在等她回来。小凤，你也该回来了。